也不能说他胆怯，他个性比较稍微孤僻一点哦，那不是那么活泼，所以要先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哈、哦。他现在因为他比较谨慎，所以他还不吃，所以我不吃的状况也有不吃的训练方法哦。反正我现在要叫他来啊，他主人说他平常都叫不来哦。Best， 来 ，Yes， good job， 快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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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你不是说你会咬人？哦，我们这样训练你哦，要跟着像他乖。过来，来，来，坐下，来，坐下，坐下，来，坐下，坐，坐下，坐下。坐下坐下本来就会、哦、他现在、对我有点畏惧，所以他连坐下现在反应不太出来。但是他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现在叫他、哦、他还是会过来。来，来 ，Yes， 何家。现在又停在那边了、哦、我要叫他过来哦。Miss， 来 ，Miss， 来，哎，来，来，耶，来 ，Miss， 来 ，Miss， 来，来，过来，来 ，Miss， 来。迟疑了一下，我要还是要物理传动帮他一下。Yes， 来，过来，来，来 ，Yes， good job， good job， good job。去，来，好，好，坐下。Yes， down， 卧倒，卧倒，卧倒。Yes， 隔热器啊，他卧倒、哦，我现在给他硬压硬撑，然后更胖，我就慢慢的手把他拉直，身体这边往前倾，啊，这是你也要注意哦，就是说这种紧张狗哦，你要有把握他不敢咬你的时候，你才用这种方法，不然你就很危险。他现在底巴伸出来，比较放松。
下，比较没那么抗拒咯。以前你光我这样用这种方式，他都很难下去。现在比较放松，愿意配合你的物理的引导下去，那他就快要可以那个雏形哦，成功的雏形。下去哦，等他一点时间没关系。啊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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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s, good. Good job, good job. Goo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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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. 这个狗不太好训练哦。除非他跟我住了三四天哦，比较亲密的时候，你让他吃，他会随着食物的诱导去做出那些动作。但是这只狗哦，短时间内很难跟你亲啊。你能让他不咬你就不错，你还让他还要怎么样 ？OK OK。Yes， 他到前面来做一下动作，已经 OK 了哦。OK， 再去。OK， 摸摸他们。好，我要叫他了。好，没事。对，用不用讲 ？Yes， 来。前面都 OK 了，你会觉得狗很奇怪。哎，我如果我等下那个片子传给你们看，哎，在里面都叫得来哦。人一在就叫不来了，这个人的干扰加进去，我就要用 correction 纠正。来，好，第四次可以了。那有刚刚有人有没有？啊，都是要突破的。比如说你的狗在家里不会咬人。为什么出去会咬人？因为它的内化不够哦，在屋子里可以做的东西，在外面它不一定听哦。我现在要教它一次 ，Yes， 来，哎，过来。这次又稍微好一点了，就是我这次只要轻轻拉它就可以了。等一下它会跟，来 ，OK， 找它了，你教它不行，可以。常遛狗是哪一个音哦？对，你一定要叫他，他不来你要拉他哦。好。哦。好大力哦。没有，他那就一瞬间的力量而已。真的、哦，我看你刚刚那样。就是那一瞬间，因为他。我都觉得好像勒到他。一定要勒到他，就是他那个等于类似咬他一下。啊，然后他不要这力量往那边，他只要再过来半公分，他就松掉了。他有体会到这个。不会，他这个。所有的那个比赛训练狗哦，全世界的狼狗全部是带，全部带的，这个已经给他带布的不错了。那、我自己心里过不去。不会，他以后就是一叫就来了。你再叫他一次。去。摸摸他。
后他就会慢慢的知道，哎，就习惯了，他就比较不会怕我。好，你先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哎，哎，开始，来，哎，过来，我这样只要抖他一下，来，又我那个拉的那个又变小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服从了。为什么你们叫不来？他是不想过去。啊，他想要去下那个追摩托车，想要去咬，哎，有一只狗。因为他不服从你，你跟他喊，他不会听的。这个就是一种服从的一种表现。他根本就不想来，看到我就很陌生，很讨厌。可是为什么要来？你再插过去。好，去去去。身体自动，物理传动，拉拉拉拉到最后，他想通了，身体就自动，道理就在这里。那打屁股？我没有打屁股啊，我跟我打一样，就是那个屁股的重点是你的力道有没有到十五分力以上。你如果打五分力，他认为在玩。哦，叫阿爸来打。没有，你现在来。